今年一度的父亲节又搁要到啊，随着疫情境界调降，柳营区公所今日特别在江南度假村办理110年度模范父亲甲双结婚夫妻表扬活动。柳营公所表示，透过这个公开仪式来感谢爸爸对着家庭甲社会贡献。今年的模范父亲吼，各地有推荐13位模范父亲来表扬，吼啊，介年长的有86岁，介年轻的嘛有62岁，吼啊，嘛有一对吼，迄个结婚64年的双结夫妻吼来做表扬吼。啊，伫父亲节吼，祝大家吼父亲节快乐吼！啊，咱父亲的希望的愿望吼，拢会当如愿的来实现。现场嘛配合着红叶采取分流的措施，避免真吊加群。今仔日个表演活动吼，安尼咱个大门入来吼，个拢有10人制量额温吼，啊，即个会场吼嘛做一个分仓分流，所以咱今仔日吼分做2阶段来表扬吼。迄、那个罗东吼是迄、那个咧落9点半开始，啊，罗西10点半分2场吼。咱母父亲会入去做表扬，啊，家属伫外口等待吼，啊，做一个迄落台做一个防疫的措施吼，啊，不要群聚安尼。柳营公所今年特别依照柳营地图甲代表性的特产，定做牌匾来送予每一位的模范父亲。市员蔡有辉、沈家宏等人嘛准备礼品来相送，除了是感谢爸爸的爱之外，嘛希望予爸爸有一个无同款的父亲节。南天新闻王维德柳营采访报道。